哇，我们好不容易请两位一起同台，好不容易凑出时间了哈。对，合体。距离我们大概上一支这样三个人坐一排，应该有多久啊？我觉得可能有半年。我觉得应该是去年七月了，差不多。在好久顶楼的时候，就快一年。对啊，我很少跟他拍到了，我都是跟好哥拍了，后跟对老板拍。对对，后来就越来越忙。有啦，上一次拍是我们那个直播组吃完饭。哇，你知道我们上次不是我们吃完饭不是来拍那个夏季专家推荐的香水，对不对？对对对，你知道那个颇受好评 ，YouTube 点阅已经几千了呢。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要拍冬季，然后很多人都说，哎，那你们什么时候冬季？结果这个冬季过完了，我们都没有得体过，没有在夏季 Part 2。对，因为我知道你们整个后来整个疫情恢复之后就开始。就开始忙了啦，对，就开始忙了。对，對不过之后我觉得还是要把它补拍完啊。要要，大家对冬季的期待一定也非常深刻。是啊、对对对对，對對没有帮到这一季的大家，那下一季至少。但是其实不管有没有冬季啦，我觉得我们那天冷气就是开18度嘛，然后就。待冬天的来了，哦、是是是对不对？照样可以出去又晕了，太浓了，出去瞬间爆发。OK， 今天伯君来又带什么神秘武器来？我想我上一次被你那一个阿波罗尼亚整个一枪打到我闻完之后，我立刻这个太空感，我还回去切 Netflix 的这个。伊隆马斯克重返太空，你知道，就是去配这个味道，看那个上太空的感觉。我应该把那瓶留在你家里喷两下再开始看。对，所以你看那一支对我的震撼太大了。是是是。哦，所以我很期待你今天又要再给我们什么新震撼。一个香水有这么大的启发性，真的是不简单。是是，而且我是认真看，我还跟你分享，我看到了重点。对对对。运气也是一种超能力。运气也是。如果有超能力，我要你一定要选运气。我这个你看，发人省思的一段话。我觉得最重要是，连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都跟你讲，运气其实占很大成分。是是是。哦，所以你看，努力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靠老天的。啊，当然当然当然，尽人事嘛。对对。那听天命。回过头来，那买买香水，闻闻香水是可以靠自己的。啊，当然当然。但是买到好与不好，有时候还是运气咯。是是是。那这一款听说你自己也没闻过、哦、对，所以你也是依照了马斯克的想法碰碰运气碰碰运气碰碰运气也是一种超能力超能力好能力，那我们来看看你这一支好怎么样的超能力。那我们前几次都拍热酒服嘛，对不 对, 对，我今天我们还是要拍热酒服，那只不过我们拍它的另外一个子品牌，对，卡萨莫拉蒂。卡萨莫拉蒂，我知道这个牌子，大家都还没看到这一支长什么样子。对，把它拿出来，赶快展现一下。对，好。哎、欸，哇，这个，这个图片挺好看的，小帮手可以。浅蓝色的胡狼神。对。老板对他有熟悉，跟之前长得不太一样吧？之前的是深蓝的，对不 对, 对？我跟你说，它是叫做 Mephisto Gentilumon， Gentilumon， Genti 堕落恶魔的绅士版的绅士版，就即便要堕落，都要非常的绅士。对，是这样吗？对，看起来堕落恶魔是蛮帅的。哦 ，OK， 像是强尼戴普这样。哎，对对对，好，很邪魅。他最近在跟老婆打官司嘛？对，在出，因为他用电话打他老婆。哎、欸，不是，然后是这样子吗？对了，他老婆有讲说，I don't punch you,、啊、I hit you， 请问差别在哪、哦、？Punch 是重击、哦、，hit 是这样子，就是哎、欸，这样子，对对对，碰到你而已，对对，怎么听好像怪怪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看一下，看一下，我要看一下，哇，好可爱哦。他的那个流苏换成哦，啾啾。他的流苏换成啾啾啊，对是浅蓝，所以他是因为绅士才打啾啾吗？还是每一款现在已经改啾啾？没有，只有这一支才有啾啾。哦、OK， 是绅士才啾啾，对不对？其他都还是流苏哦，其他都是流苏。Yeah，
可爱。那你在买这一只之前，你自己是还没闻过，对不对？我没有闻过。那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想要直接先买了？除了运气之外，因为呢，这个他呢，他想要买这一只的原版 Mephisto 送给他男朋友。哦、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就帮他看一下，对，发现有一个绅士版哎。OK，、然后我就又看了一下，哎、两只加起来免运呢，所以买了一只原版跟一只绅士版。对，然后就免运了。太酷了，这个我就先买。然后我也没有闻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感觉我会喜欢的，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李荣苑的味道。OK， 对对对。而且它两只合在一起免运过来很可爱，所以他就买了。那你说的，是他。好，他们凑免运的方式还蛮特别，不太一样。人家免运是凑39、49这样，对，他凑的是数百欧这样。果然是马斯克的，莫再提，不是莫再提。OK， 那我们是不是来试试看？好，当然当然，跟现场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好的，好 ，Mephisto 绅士吧，来。好，我今天都还没喷，都还没喷，对。哎、欸，它的物感也还不错，哎、欸，超物超物。哦，柑橘。柑橘清新，你很快就转了哦。确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小帮手幸福的表情，很经典的古龙香型吗？啊，古龙香型，就是柑橘古龙，对对对对 ，clone 的那种味道。对对，你们可以帮观众解说一下什么叫古龙香型，因为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Oh, OK。一般来说，我们所认识的香水，它都有浓度的分别，对不对？那我们最浓，我们叫 perfume， 对，香精嘛。那在下一个浓度，我们叫做淡香精 ，eau de parfum，EDP。然后再往下一个叫做淡香水 ，EDT，eau de toilette。对。然后在最后一个叫 EDC，eau de cologne。那那个古龙，我们大家会称之为古龙水。那可是其实以前会觉得说古龙水男生在用，对不对？那其实那个叫做古龙的香型，就是它不是指浓度 ，OK， 它只是说是一种味道的呈现。通常跟柑橘、薰衣草这种象苔都脱不了关系。OK， 对，香型啦，香型 ，OK， 了解。有些人会说那个薰苔。明白，对 ，OK。所以很多人觉得古龙水闻起来味道都很相似，是对，因为他们的调配的方式跟就是大同小异，只是说多少，然后每个调香师想要怎么去表现它。OK， 那如果套在音乐上，让大家更好理解，就是说这个是音乐类型，例如说这个是这个 smooth jazz 类型的，应该跟 hip hop 你就知道说差别的。对对对。那cologne 就这个香型。大概就是你刚刚讲的，对，就是薰衣草啦、柑橘啦，或者是薰苔调，对，象苔调，或象苔调。所以你看，像这一支虽然说是古龙的香型，不过它是 EDP 哦，这支是做 EDP 有没有？对 ，perfume 嘛，对不对？所以它的浓度啊是做很高的，对，是，所以不会因为说它是cologne香型，然后但是它的持香就弱掉，不会哦，不会不会。现今的做法都不会让它是剪一下就上去，是對以前还可以喝嘛，以前的古龙水还可以喝啊。有，我有听说过。对对 对， 對来讲讲看，现在这一支在你身上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哇，它真的是它让我第一刚喷来的时候，我第一直觉想到的就是银色山泉啊，银色山泉，它比原版的，可是银色山泉的冷冽感在，对对对，我也觉得它银色山泉比较冷冽了，但这一支还是温暖一些的感覺，是是是，嗯，然后我觉得如果要跟原版的比起来，它又更轻盈清透，它是非常适合我们接下来夏天的天气啊，是 对， 對绝对是，然后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味道，因为它就是那种我们在非常就是国外很高级的理容院，然后理发师帮你修剪头发，对。就是你的那个胡须，然后把你插上胡后水那样的味道，轻轻拍拍的这样子，然后坐在一个很高级的皮革椅子上的畫面。哦 ，OK， 我知道，是你说的这个感觉，我突然想到一部电影，很像这个《金牌特务》啊，对，金牌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因为《金牌特务》是英国电影嘛，
对对拍的嘛，對對對對他讲的就是绅士出任务的这种感觉。Country, 对对对。我们这样透过电影，大家应该就比较可以想象你讲的画面。对对对。那一只，现在这一只在你身上有什么感觉？我闻起来，因为我们家有原版的嘛，对我觉得它跟原版的差别就差在它的柑橘感还是重一点，然后它的木质就不会像原版的这么重。哦，对，它表现出来的味道，因为木质的，原版的话它的木质味比较重，然后薰衣草的感觉也比较重。是，对，但是这个的话因为有柑橘加进去，所以它会让薰衣草味道就没有这么突出。嗯，对，所以我觉得它会更清透，会更适合再热一点的夏天，会都很适合。OK， 对，那原版可能在比较热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会想要把它喷在身上。嗯，对。OK， 好，那你有没有建议，如果说这一支男生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或者什么样的衣着，去做什么，你会推荐什么这一支？我觉得随时欸，随时。嗯，因为这支它不太需要看场合啦。我觉得这支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喷，然后或者是你今天不知道想要喷哪一支，对，都可以选这支。Oh, okay. 对，蛮万用的。所以场合就是从早到晚上，我都觉得你都觉得是合适。对，都合适、okay. ，不用看场合。你今天要去跑趴，你今天要去开会，你今天要去吃饭都可以。嗯，是。对。OK。好，那季节你会觉得说偏夏天一点？靠近夏天的这种温度会是更合适，就对、嗯。对，我觉得它比原版更适合炎夏。嗯对嗯。原版的我会比较建议可能是春天。哦、春天对，就是还没有到真的这么热的时候喷、嗯。对，那这次的话，我觉得它在炎夏的状态也是可以喷的。嗯对嗯，所以有差。OK， 那伯爵，你觉得你建议这一支在什么场合、什么做什么样的活动，你会推荐给男生？我觉得这支非常休闲。因为我觉得这一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挑，嗯、就是它真的是蛮适合男性的，嗯，对我一直说，如果女生要用它，可能稍微考虑一下，哦，对，因为它蛮 man 的，就做这件事情我可以挑它， okay. 因为原版的 Fisto 其实女生我觉得还 OK，、啊、但是这一支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太往古龙的那个地方靠近 ，OK OK。那很休闲，比如说你穿个 polo 衫，是，然后你想要把自己整体很自信、干净整洁，嗯，干净利落，很适合，是，对，因为它所有场合都是，对对，尤其特别休闲的感觉，是，我觉得它呈现给大家感觉就是一个绅士，就是西装笔挺，那不是那种很老成的西装，是年轻干练的这种西装、嗯，那它味道呈现让人家觉得就是一派的利落。嗯他的动作可能是动作跟节奏都是非常快的，嗯、就是做事非常的到位，是哦，干干净净的、嗯。那我会觉得男生这一支早上或者是到晚上的这一段时间都是很合适的，他就会有一种利落明亮的感觉。嗯、对，那一支是觉得说晚上当睡香也是 OK， 我觉得适合，就是他你要什么时候喷都可以啦，嗯、就是。不管晚上早上，是对睡香也行，因为它真的不太会很，就是没有老人的那种感觉。对对 ，OK， 你是 old man 老人还是 annoy 扰打扰别人打扰扰人扰人？你现在在上正音班是不是？没有，我想要听起来怪怪的。OK， 那我这一支后面还会不会再有所变化？我相信沙龙香。肯定是可以期待的，对对 对, 對、哦，因为原版后面的变化也不错哦，对，嗯，对，所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看看、嗯，对，好，让大家看看它的香调，对，好對，那我们有没有准备香调？有有有，没有准备？好，那小帮手已经没关系，小帮手我拿给大家看，好，对，那顺便你帮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都英文的哦，薰衣草、葡萄柚、香柠檬、柠檬、紫罗兰、鸢尾花、玫瑰，后调的话是麝香、雪松跟琥珀，哦，很经典的，是，真的是经典，真的是蛮经典的男性，对，嗯、所以确实啦，女生真的需要。慎重考虑，就要用在自己身上的话，是对。但是如果想要送礼，很适合。
什么的。哦、oh, okay. oh, ，对对对。哎，老板，那个父亲节是不是要到了？父亲节是？屁呀、啊！明明是母亲节要先到，跟父亲节嘞。马上，现在母亲节档期大家已经买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该买的都买了啊，就是可以准备父亲节了。对，我们进货要点时间嘛，对不 对？我真的觉得这一支真的是非常绅士，就是你说的整个绅士的味道。好、哦，包含在你刚刚讲李荣源，我真的是越来越靠近了。是是是，对，你一下带我去太空，一下带我去李荣源，哦。听着有点怪怪。对，我看下次有没有阴间类的。冥府之路。冥府之路。对，那个。那最后还是走回来。五旬奈落。五旬奈落、哦、去战场。好、哦哦哦，对不对？我好像没有那种类型的。OK。开发一下，开发一下。好，那我们回头再来等他的后料，看有什么变化。Okay. 好。待会见。拜拜。我们后料回来了。回来了。来。再让你帮我们介绍一次这一支 Zerjo 副牌 Casa Morati 的 Mephisto Gentilumo 是堕落恶魔的绅士版，绅士版，绅士恶魔，绅士恶魔，绅士恶魔。哎，就刚才讲讲后调，我后调有不同哦，有不同。来来来，你先，你先。它这个后面的味道真的是，你知道脑中的后。你闻到这味道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知道吗？你会看到一个帅哥从你面前走过来。我可以翻你白眼吗？干嘛这样子？他在跟我讲这一句的时候，他眼睛一直看着我，意思说他是帅哥啊。对，我先离开。有没有看到？我是别录。好用。什么东西？越描越黑。哎、欸，没有。他让我想，他让我看到的人是 James Bond 啊，而且是同意。布罗斯南演的哦、oh, 嗯，是以前比较帅的那一个了。哎、欸，其实我很喜欢现代、這個、啊，真的、啊。嗯，只是现在这个比较硬，比较刚。对，它的味道不是这种的。嗯，对，它是另外，它要比较辣的味道才可以。OK， 这个是比较适合这种很轻盈，是，然后你会觉得它很优雅，优雅的帅、嗯。新版的是凶狠的帅啊，对对对，雅痞雅痞的帅，形容得非常好。查尔斯布罗斯南，对。我也很喜欢他这一代的007，是就这感觉，所以后调从本来的金牌特务年轻人后调变成皮尔斯布罗斯南，嗯，是变成布罗斯南了，对不对？哎、欸，对对对，有一点更加的成熟韵味了，成熟韵味是吧？要，优雅的帅，对，嗯，那我换我来讲，那我现在觉得前调，因为前调我刚刚说他是一个动作利落，而且快手快脚，嗯。办的事情跟任务很快就完成，这种对不对？嗯。到了后调，我发现他带了一种 gentle 温柔的感觉，哦，而且舒服的感觉，他比较不再那么的锐利喽，嗯，比较不再那么利落，他可能经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哎，更加的成熟跟圆融了一些，哦，嗯。但是你一样感受到他就是个绅士，对不对？对对。哇，我喜欢他后调这个变化。对啊，这就是一个会把自己整理的很棒的一个绅士该有的味道。是是是，不会因为渐渐成熟之后就开始让自己堕落下去，颓废了，不会，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堕落恶魔，但还是个绅士。嗯，哎，这个名字是还是厉害。是，一支，说说看。我觉得他前面的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橘子啊那些就是柑橘感嘛，柑橘带出来，对、嗯，所以感觉上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轻盈的绅士、嗯，就可能穿着白衬衫的那种类型感觉。嗯，对。然后其实刚中间的时候，我有闻到他中间那个紫罗兰啊、鸢尾啊这些比较粉的味道，但是他这些比较粉的味道又跟他基底的那个雪松搭在一起的时候，嗯、其实是你不会觉得他很像女生，就是一个很。文质彬彬的男生的感觉，是，对，就是一样是绅士，但是可能就是年龄就会慢慢拉上去来了，对 對, 对。然后现在到后面之后呢，他那个粉的味道就退掉了，嗯，嗯对。然后柚子就是前面的柑橘的味道，它会一层包包在那边，然后后面的木头会变得比较重，是，对，所以就是会感觉就是它。有一点像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然后越来越成熟的感觉。有，对，
形容起来的话，会比较像是从早到晚的感觉。是 ，OK， 嗯，也从年轻到成熟。对对对 对, 對，讲、哦、了一个这个男生的，就是一个变化，經歷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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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哦、描述的非常好。还蛮特别，因为删掉的变化很明显。是啊是啊是啊，前后其实落差是有的，但是它的同样的一个调性，它就是个绅士，这个没有变，嗯、对吧？是，好、哦，但是成熟度有不同喽。不同的，这个厉害。小男孩慢慢渐渐的，是，对对对，成熟了。对 对, 對 ，OK。所以你会把这一支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哇，我觉得它有点水生，水生，柑橘水生。嗯嗯，柑橘水生调。对，因为柑橘味道也很明显。是。然后它带有那个泉水，嗯，湖后水的味道。OK。所以我觉得它是柑橘水生，柑橘水生调。那一直会认为它应该是什么调？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它比较偏向富奇。因为薰衣草毕竟还是明显、嗯嗯，对，但是它到后面的木质还是其实颇重的，所以我觉得富奇木质吧，富奇木质调，因为它本来一开始就是很明显，它就是古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把它偏向在富奇木质。OK， 对，富奇木质调，如果在这调性，你会给它零到十分几分？基本上我对富奇基本上。没办法去适应它、嗯，对，因为薰衣草对我来说是有点毒药的状态、嗯，对。但是这支的话，我会给它九分。哇 ，OK。对，因为它的变化其实很大，然后它的薰衣草不会一直存在，嗯、对，它中间会有一段小小的消失，嗯，对，它比原版的还要再更清透，所以我觉得这支会到九分。是 ，OK， 九分。好，那伯君，你是给它这个水生跟。柑橘调、嗯、，OK， 那在这个调性零到十，你会给他几分？谢谢啊，给我面子，九分。没有，因为他买的原版是十分、啊。对啦，对对对。原版八分。哦，原版还八分。原版八分，因为原版的薰衣草更重。哦、oh, ，OK，OK、okay, okay.。所以对我来说，我更难去适应。男朋友喜欢就对，但是这个的薰衣草就没有这么重。OK， 是是是。哦，所以他。Okay. 上一支八分，这一支九分，九分，很有面子，不错不错。好，那你会给他几分？我吗？九分，九分，嗯。互嘲，没有互嘲。哎、欸，照理说我会给到十、十二分，对不对？那是我啦，没有啦，那二十分。好像你说，好像满分是一百吧？就是、怎么那么多啊？太喜欢了，九分，九分，嗯 ，OK， 因为，其实你会知道说，大部分这样子，这个 for 男性古龙所味道啊，做来做去啊，大部分就是那个模板那样子，对，啊，顶多在一些前中后的细节上去做处理，嗯，打磨，然后会让它变得更特别一点，但其实还是脱不了那个诅咒，是啊，以文哥这么多来看，他已经很优秀、很杰出了，嗯，但是你对我来说，因为我也闻了这么多，那我当然会觉得。心意上是或许可能没有办法再突破了 ，OK。但是味道的本体上是质感、嗯、品质都是 最,、嗯、最高了，明白？还是得扣他一分啦、啊。是 ，OK、嗯。所以你给他九分，对。好，那因为这一支换我了哈，这一支我是第一次听伯君今天带来介绍，我才知道这一支。嗯，那我们闻了前面跟后面，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最惊艳的就是他从头到尾，他都是一个绅士的感觉，可是他却把绅士从年轻到成熟这段期间描述表达却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这一支，我会给他到九点八分，九点八，九点八分，因为你很难得说，同样是一个绅士，然后他从年轻到老都把它呈现。完全没有走掉，这个很难呢、欸嗯。对，确实确实，对不对？你说一个香水，欸、它的前调、中调、后调前面柑橘，后面走成木调、嗯，你会觉得这一个套路大概大家都很熟嘛，是是是对不对是是？可是他要告诉你的是，我是一个绅士，可是绅士从年轻到年长，他都始终如一是绅士，我觉得这个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给他九点八。原来如此，对，老板看中他是他的成长历程，成长历程、嗯，我特别喜欢这一个从零到。成熟的这个历程、嗯，就是始终如一。是，我觉得不简单，保持表达非常好，对，嗯，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现在的后调、嗯，就是一个你拿掉了
年轻刚出社会的那一种零零角角跟利落嘛，对不对？嗯、那后来却慢慢的经过一些事情，把自己打磨打磨了，越来越圆融圆滑了。老板这个讲的心坎里，是是是，因为应该讲的就是我自己啦。对，只是我是不是绅士啊？你现在要吐了是不是？差点他突然顿了，这老板讲出这个震撼，你看你是脑中开始快闪到要用什么字眼？不是我刚刚老板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跟老板讲，你看。我胡子都长出来了，对啊，哦， okay、这个，那、啊、这眉毛嘛，对不对？哎、欸，对啊，这胡子，对，對對很厉害呢，给大家看一下，胡子、眉毛，对，胡子，对，绅士。老板，你这个说到心坎、哦，就是你，谢谢啊，没有没有，我还没到后调，我本人还没到后调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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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当然好，好，不然都是豪哥的。我现在尽量在上豪哥片子之前安插一些别人进来，才不会都是他的。你要讲什么东西？我就想说，赶快拉住你。他台柱、欸，对，他是台柱、欸，台柱，现在、啊、是 Pioneer 领先指标。是啊，哎、欸啊，我说真的，这还是在这边再讲一次。是，没有豪哥带这个东西进来啊、哦。对，我连看都没有。是这个牌子也是豪哥先带进来，对对对对，他没有拿那个亚历山大，是他历历在目哎，没有带来，我们都不知道，看都不看，对啊对啊对对哈，连认识都没有动力的，是确实确实，所以他真的也是，而且他是更认真的用他的这个 cash 去尝试新商品带给我们认识，对对对，真的豪哥都说小金库啊。对，我看看小金库，我看看小金库今天的存货如何。OK， 好，谢谢两位、嗯。那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冷气开18度，我们的冬季应该专家再结合一下，再约一下。对，我们还有个冬季要拍啊。对，冬季系列应该要，好不好？好的，我们另外再约时间。没有。那也请观众朋友敬请期待，因为我们上一次那一个点阅数破好几千，哇，對这么热门，对对对，受宠若惊。那冬季要好好准备。对 ，OK， 好不好？期待下一支见，谢伯君，拜拜，拜拜。还要谢的一支、啊，谢一支、啊，谢一支。对，但我们没有小帮手帮我们切那个，我去切吧。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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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